今天造型是什么概念？你是未来的 YouTuber， 未来的 YouTuber， 这看起来七零年代那种摇滚巨星穿的衣服。猫咪好可爱哦，它蹦蹦跳哎，它很好奇，它是好奇宝宝哎，而且这边场景超酷的，这场景是我之前一直很想要来拍的。那头发怎么了？要想要未来感，就把我头弄成那样子。很适合，很适合。为什么？你要想想，你等下回公司。我不要回公司，我要回家洗头。欢迎收看《解密 X》，我是主持人 Omega。啊？是啊。哪来的音乐？垃圾车要带你走了。什么？垃圾车？未来是垃圾车高。在干嘛？这个超级老派，这是我小时候麦当劳店员在做的。从以前到现在买麦当劳，从来没有看过有店员这样哦。又到底哪里帅？比个叉叉，比个歪，干为什么？买一把，买一把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买一把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是这样。好讨厌哦！啊，好令人生气哦！竟然是从胯下，刚听到啪一声，完蛋了，裤子有啪一声。哦，对啊，你确诊完都变这样，你看起来好老。真的是没事不要确诊，就是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这个是谁？这不是我鹿港阿姨吗？你阿妈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后遗症是出现在后面。可是你知道我是怎样吗？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味觉。那蛮严重的。我现在喝咖啡很像在喝泥巴水。这东西如果是很重的口味，比如辣的东西，我还可以吃得出来。气的味道吃不太出来。完蛋了！我现在因为确诊的关系失去味觉，所以我现在对口交没有任何的抗拒感。什么东西？你可以对观众讲这种话？我靠！这是我昨天在那个喜剧表演场合所讲的段子。不积业啊？对，不积业。我说再臭的逼我都能吃。好亮，他们好闪亮。这两个未来人，他应该是会用沙的威斯坦的那种人。我现在这边一团混乱，没关系，废墟嘛。都在整理。我要在整理了。那边都是 A 嘛。哎呦喂啊！哦，给摸起来！大家看我走路就这样子的哦。老板来，为什么觉得好像就是我之前躺过？没有，这是新的。老板，你先躺一下，我们先讲戏哦。老板，我关起来了。哦，你脚放平。对。他就会跑过来，那你们就吓得腿软，就会问他：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？那应该说，因为可怜阿三二啊。这样就好了，还是我要说什么？就这样。你有什么给我发挥的地方吗？有啊，你有爬起来，你要爬起来追他们啊！这样得不到奥斯卡，真的。你要人家。年轻人，等我一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吓到那种感觉。哎，好，裤子一直往下掉。前面三次都念三十二。为什么你爱我呢？因为我用的是和联 R 三二变频空调。那好啊，那么凉。那好啊，那么凉。那好啊。好吧，你就用啊。那好啊。因为我用的是 R 三二变频空调。那好啊。OK， 好，那好啊。二十三世纪裤子不用拉拉链的，小欧今天也差点拉不起来啊。也是这一套，要让大家量一下。阿公，你怎么没有感觉？我真的就爱困呢。我是兔子。你去管啊，刚不是摊子啊，搞我卡的。好，你去躺沙发了。好，我去躺沙发。